彼得后书第二章一节，以前伫百姓中间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伫恁中间也要有假教师，私下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袂因的主，因也唔承认，家己处紧紧告别无。二节，没有真济人对因邪淫的行为，就乎真道，因为因的缘故受诽谤。三节，因对贪心。要用捏造的话在恁身上处理，因的刑罚自古早以来并无迟延，因的灭无也要紧紧到。四节，就是天使犯罪，神也无宽容，把将因下伫地狱，交伫黑暗的坑内，等候审判。神也无宽容上古早的世代，把予大水淋到迄个无敬虔的世代。却保护传义道的那阿一家八口。六节，搁判断所得嘛，我无啦，将两个城毁灭，烧作灰灰，下底做后世代无敬虔的人会感慨，独独拯救迄个常常为着歹人惊因忧伤的异人落地，因为这个异人徛去伫因中间，也看去也听去因不法的事。以义的心就日日痛苦，高赞住在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将不义的人留伫受刑罚，等候审判的日，遐个照肉体行伫污秽的情欲，也藐视主权的人个，佫较是安尼，因大胆任性，诽谤尊贵的也毋知惊，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关联较大。也唔捌用诽谤的话，伫主的面前控告因。十二节，独独这个人亲像无灵性，生来就是精神，要互人掠来抬的。因诽谤所唔捌的事，拄伫败坏人的时，家己要拄着败坏。十三节，行不义就得着不义的感觉，这个人欢喜用一时做宴乐，因已经受拉伤。各有下注，甲恁三角解释，就用家己的规则做快乐。十四节，因的目睭拢是阴色，无煞犯罪，因有迄个心不经过的人，心中惯是贪财，都是受咒诅的种类。十五节，因离开正路来失迷，顺探比尼的行巴兰的路。巴兰就是迄个贪着不义的干戈的先知。十六节，伊却为着家己的过犯来受责备。迄个未讲话的你，讲人的话来阻止先知的南山。十七节，这个人是无水的泉，是狂风所扫的云雾，有乌乌暗暗留咧叹号音。十八节，因讲康熙夸口的话。用肉体的情欲，用邪淫的事，诱惑遐嘟嘟脱离行差庙的人的手。十九节，因应允人得到自由，家己却做败坏的奴才。因为人和什么人制服，就是做什么人的奴才。二十节，因为因已经认捌主救主耶稣基督，得到脱离世间的污秽，后来。各好些所定所压制，因落尾健康就比大圣较上重。二十，因知义的路，竟然背弃所传予因圣的命令，唔达到拢唔知较好。二十，俗语讲了真对，到所吐的以瓦灯过来吃，地已经洗清气，搁倒去烂伫土袂，这个话伫因的心上都下。